正常值而已啊，他还是一样能打的。呼啸打野，对啊，他打野，呼啸可以打野，呼啸打野倍儿棒。耶，抢不到。他不会带那个吧？得分护具吧？得分护具。滚呐！输哟，骗那个闪现。可以的噻，可以的哟。没给他吃。假吃果实，啊，他怎么穿过巴巴啦，他怎么过去的？ Stand by, stand by， 看一下对方怎么进攻。对哦，都知道，散啦。哇、哦，他怎么补血了？他还是带气势头带吗？还没回到，他挥空，挥棒落空。哦，拜，吃补。啊，看没推到，哎、欸，有，烧到，碎啦，硬要呢啊、哦，硬啊。木木笑，木木笑，木木笑。叶小伊娜来喽！叶小伊娜来喽！叶小伊娜来喽！靠，别让被他吃掉！火恐龙刚刚不投，他妈现在才投。不，他发育的不错，他发育的不错。对方完全被我压制住啊！靠边，没推到，尴尬。哎，刚才是真的、喔，被睡到，糟了。这杀鸡弄逼啊！杀鸡弄逼啊！Thank you very much. 哎，上路怎么啦？上路怎么了？快进化了，不要跟他吸经验。他还没进化。操小鸡啊！快偷野了！哇！快被击杀！他可能会偷野，应该会脚闪现。哦，喷火龙一波，一波高潮，高潮拉伸。先来九等，先来个九等。给他吃52颗，闪电巨蟹在那，应该会有一个人守哦，没守的话就是15。天哪、啊，没人守啊！队友没过来，可惜。闪电巨蟹阻挡他的去路。哇，真身在塔里面。下路，哦，下路有点多人。
糟了糟了，火龙，龙狗，龙狗卖戏啊，龙狗，龙狗我来啊，哇，他一波爱的阻挡，哎，没打死，天哪，这个位置我不想开大。啊，奇葩，他们不会想杀我吧？那我就直接干烂你们！电猫好细啦，电猫加啦！啊，臭小鬼，还走进来啊？啊，走进来啊？用走的啊？用走的走进来？公仔的公孙呢，我先胖个地方睡觉，打起浪壁冷吗？哎，是啦，打起啦，打起啦，哎，他快收掉了，输哟。地上好多球，我看一下能不能去偷投一下。然后外塔，闪光牌在这里，胖狗丁在这里，木枭在这里。天，他一定想揍我。鬼扭，嘿嘿，干完了完了完了，靠北靠北被霸凌了。鸡，干干，把技能丢不出去了，靠边被霸凌一波。哦，大招哇哇，喷火直接眼哇，眼面神经失调哇，眼面神经喷射哇哇哇哇，魔戏魔戏，天哪，魔戏啊，直接颜色啊，颜色我们家龙龙，靠边啊，奇葩，跑掉了。好小心啊，木木枭需要好的辅助位啊，木木枭不是一只可以单干的角色，冷蛙还可以单干，木木枭没办法单干。好呗，打到来了，好了，应该在这里，等他一下，等技能交完。哇，他怎么穿过去了？他怎么可以穿过去啊？等级不是很高，但该有等级的还是有。抓王牌，有一个背绕 ，stay back。刚才砸我，双强流，一人搞双强，哎，这边就剩一只而已啊，就剩一只而已啦，赶快收一收啦，注意哦，滚呐！大招开，这边不要吧。防守互换哦，就是互换你的防御值，蛮强的啦。其实防守互换换到的话，跟强打到是一样的。这把魔物打了。